The man ashayed over to the maid. Just as she bent down to scoop up shards of broken glass from the floor, he grabbed her wrist. The two locked eyes. You can see his fiery passion. Seeing the prey has taken the bait, she quickly said her goodnight and slowly turned around, showing him the butterfly tattoo on her back. The greatest hunters often disguise themselves as the hunted. The man, still savoring her lingering scent, had no idea he had fallen into the maid's trap. Little did he know this seemingly innocent and angelic maid was, in fact, a ticking time bomb hidden within the confines of his own home. A decade ago, she had a loving family with a respected art teacher as her father. But one fateful night, while trying to help a bullied student, her father was falsely accused of an in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udent, and it was all set up by the bully. Unable to clear his name, the father took his own life. The aftermath led to a series of tragedies within the family. From that day on, the seed of hatred was deeply planted in her heart. The woman dedicated herself to honing her culinary skills. A decade later, the bully married into a wealthy family and became a rich lady. And relying on her own skills, the woman successfully got hired by the bully as their maid. 味道不错，不愧是高级营养师，留下吧，住家工作如何？嗯，你的笑容还是那么美，但掩盖不了你本质的恶毒。太太，喝杯热牛奶吧，我特意加了红枣和谷物，助眠养颜。这都已经10点了，先生怎么还没有回来？太太。 您先睡吧，熬夜对身体不好。你说的对，我该好好睡一觉。林雨，很可惜，你只有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太太，那我先出去了。 这个点你在这儿做什么？太太呢？先生，我被渴醒了，就下来倒水喝。太太已经睡下了。喝完水就回自己房间。我喝水的时候不是也都被别人打了？好的，先生。我来收拾吧。不好意思，先生。 给您添麻烦了。木质调香水，蝴蝶纹身，挺有意思。先生，请用餐。 嗯，味道不错。 难道他太没有告诉你，要守规矩，懂分寸吗？正是因为维持遵守礼仪，才会觉得偶尔的放肆更加快乐，不是吗？你们在聊什么呢？太太，先生刚刚在夸我新研制的酱汁味道好，是吧，先生？ 是吗，老公？是啊，今天的牛排格外好吃，你尝一尝。味道也就一般嘛，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吧？我会尽好自己的本分，让您满意的。我很高兴你听得明白我在说什么，太太。 那我先去收拾厨房了。尽好本分，就会有好下场。那我爸爸呢？对了，我最近工作很忙，都没有时间陪你。这个是赔礼。好漂亮的丝巾啊！还喷了新的香水。这个木质调的香味，我觉得特别符合你的气质。太太。 我们上楼试戴丝巾吧。先去试。好。我去上班。嗯。走吧。这颜色很衬太太，也很适合先生送的丝巾。你倒是观察得很仔细，不过我要提醒你，不是你的东西，不要质疑。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后我会谨言慎行的。乖乖听话就好，妈妈去上班。好的，太太。 好了，太太，现在不错。今天晚上呢，我要出去一趟，快回来吃饭，记得准备晚餐。
好的，太太。林雨，勒死你，岂不是太便宜你了？生不如死，才是你最好的归宿。通知各部门，不予推迟，晚点我确定时间。你在我书房做什么？我还想问先生呢，我的香水怎么会在你的书房？难道我就不能用同款吗？当然可以，我只是没想到先生竟然喜欢到对这个味道念念不忘，甚至还喷在丝巾上送给太太。先生，我们之间的距离有点太近了，被太太发现了可不太好。原来你还记得太太说了什么？我记性好着呢，而且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我还有其他优点。其实我很好奇，你的纹身，你的故事。至于我的纹身和故事，对于你和太太而言，实在不值一提。是吗？既然如此，那先生不如把它画下来。至于你好奇的事情，我会慢慢说给你听。林老师，这次新书发布会的反响还不错，能不能多给我发点奖金呀？我母亲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我平时给你开的工资还不够多吗？新书卖得好，那是大家看我的面子。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林老师，那这个钱现在能给我吗？钱是会给我改时间。很好，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勾起观众的兴致。那今晚就让这份兴致达到最高点。老公，你不是去了公司了吗？你新书大卖，我特地给你准备了一幅画，作为第二份礼物。我可是看了陈迪拍的照片发朋友圈的。我给他放假，他才答应帮我，不然怎么把你骗回来？最好是你说的这样。当然是真的啦，你就好好享受今天的庆功宴吧。嗯。哼，今晚就让你们看看他的真面目吧。陈蝶，他认识画家周木泽。不好意思啊，严太太，是我和我女朋友不请自来了。他是周木泽的女朋友？我准备在国内办展，听小蝶说您新书大卖，所以不来祝贺。恭喜你啊，严太太。你们快看，恭喜你啊，严太太。你们快看，那个女人的纹身跟那幅画一模一样。这位可是陪周木泽来的，莫非他和严超俊也有一对？你是故意的。严太太，那只是一幅临摹品，原画在木泽的画室，严先生看见了一心求画，木泽又不忍割爱，严先生这才临摹的，这怎么能说是故意的呢？这应该说是巧合。原画的确是我画的，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去我画室看看。老公，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没想到周先生不肯割爱的理由是这个，但我又真的喜欢那幅画，所以就临摹了。什么呀，原来都是误会嘛。严总又帅又多金，您老是担心有狂风浪蝶，那也是正常。好吧，陈小姐，刚刚是我有点紧张了。这个贱女人，谅你也不敢搞什么小动作，
既然已经说清楚了，不如我们拥抱一下吧，就当解除误会的和解，如何？林雨，你不发火，这场戏可就不好看了。太太，我撒谎了，这幅画和原画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这幅画是先生在说反话。莱特呢？依然也是我。你这是干嘛？这么多人呢？他刚都承认他撒谎了，你还不肯说实话？严太太，我刚刚都说了是误会，阿泽也能作证。你为什么要打我？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和穆泽现在就离开。严先生，事已至此，我和小蝶先行一步。抱歉各位，太太身体保养，需要早点休息，各位请回吧。小蝶，你刚刚那样太危险了。这些都不算什么，好戏才刚刚开始。